没有吧，应该没有，没有说什么很奇怪的话吧。明天不会是什么看到一条新闻是悠哉已经去别的队试训了，已经准备好复出了，不是已经复出了，都不会是准备好，是已经复出，已经去了什么什么什么队试训了，感觉明天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很恐怖的。这出鞋子的禁止真挺烦的。吃了就走了啊！可以，我 A 错了，他盾也给错了，正经猜忌护住了。别去勾了，兄弟，再勾要炸。你说他血量好一点，就把我们不是打过了？他前面两级那你勾上去干啥呀？勾到也要被暴揍，还更慌没勾到被揍得更惨，闪都被揍没了，对吧？前面已经那么怂了，我这盘我也想明白了，怂一下吧，反正对面的镜一直露刀，我看他一点都不慌，结果这兄弟两级勾上了，三级还是打了个对面。现在软辅缺点挺大的，就三级撤步，因为兵线推得太快了，通不了线。好好好，这阿古尼汤也死你了。下路死完了，去中路又死了。闪还抓下，不是乱抓吗？杀要杀这个老哥。
下，兄弟，帮一波啊！小腿，小腿没闪啊！我要把他发过来，兄弟。这打野靠不过来，挺过分的。这两个软斧没闪的，我们这黑阿木木的不来抓。别在那儿站呢，兄弟。去呀、啊、去呀、啊，看你！啊，那是太死了！哇、哦，就是小哥哥太死了！哎呀，行吧，就是不来。就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打野才会帮我们一波呢？这个木木去中路带节奏送的也不是我的事儿，对吧？你正常帮 AD 帮一波也不是没，也不是啥大问题呀、啊。没办法，队友又来，就队友都这样子不理你，你还对你的队友和初恋一样的，好吧？还抓到了。是我，我是这辅助，我就不去帮这个打野，真的。你看这辅助，又去帮打野。啊！尽力了，兄弟们。我还差点都一杀二啊！这啥意思啊？我这个 Q 空了，被一杀二了，这个 AD 闪现快一点。这么难吗？这打野还在发表情，我尽力了，别发了。关小兵太多，他们抽不到。这兄弟没点，差点抽过去。我想着应该杀他不太费劲。敲을처치했습니다
shall be absent. 제압되었습니다. 완벽한 균형을 이루 반달. 난 정력의 상사들은 내려놓고 처치했어. 这就是转一的分段的操作吗？把塔推了呀，兄弟！推了我不来下了，拜托了。谁引过来？你是坚强的战士，战士。阿杜尼康也死了。我们的打野来过吗？好像没来过，一次没来过。저천천히잠깐영주보여우리가진실이라부르는것이사실은그림자라는게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不然一打二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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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我们的打野不来啊？我感觉我们的实力很强啊，兄弟们，没问题吧？这钻一分段砸这实力，我觉得值得打野来帮忙干克，你们说呢？我觉得我配啊。打野都我玩太那个啥了，感觉这 AD 不配我帮他。这个大招也能撞到我啊，去对面直接是四个，出事哎，这个打不动了，真的。阿杜尼康也死了。
完了。巧克力巧起来了。好的，好一点。我他妈真尽力了，兄弟们，伤害打满了，这不这个木木人都没摸到一下。他第一时间没大，太难受了。杀给我杀！我们的岩雀人呢？为什么他感觉他有在做事儿？为什么我镜头看不到他？这什么伤害呀？你能看得懂？这上单我不接受啊！这波像我的，你把我中路线吃了，还来上路吃，过分了啊！自觉回家。这哥们跑去中路给我线全吃了。去上路这波有点过分了啊！还是后装上路人打过我的。这进啥伤害呀、啊？这英雄差点给我秒了，想。呜呼呼！千里散花，一箭双雕。Double kill。
回家。下不上高，真的累。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我感觉我这样武器还不错，不用控那个地上的那把刀，没什么用的，我觉得。是没什么用。但是还是控一下吧。你站后面来一点好不好？我觉得他的胆子能这么大还是？撞哦，撞！能跟上速度吗？哎，我的武器温柔一点，兄弟，你上去扛啊！我操！阿姆木磕到了，我都这么准的了。这个英雄，我跟你们说，我玩了多少盘是把它玩懂了？玩了20盘，只是玩懂，还没有玩到很强的那种。就大概是能打一下排位，就你们现在看到我的厄斐琉斯是可以用来打排位的，之前我都不太敢选，熟练度低的时候这个英雄打团是没有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玩这个英雄吗？因为别的英雄对线把把被这个英雄炸，我打不了，真的打不了，兄弟就一级 A， 有点 A 的后面吃不了线，就这英雄有点无脑。我们现在是干什么呢？就。兄弟们四分非常的分散，干嘛干干 I'm here I'm God I'm can't die I'm 无敌无敌的地无敌的无这边有人送你，我一打三，你们看学给我学好了，怎么就？哎呀！
진짜. 现在这个游戏只有三个英雄吧，三个，镜加上侠，再加上厄斐琉斯，没有第四个下路，真的。MF 可能也能玩一下，卢锡安这三个都打不过，真的。卢锡安打侠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上次打了一盘也打不过，艾尼的真的太恶心了，这种薄荷的手长的就对线强到离谱。我上今天上了，卖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干，趁你三花叭啊，你都没死，我凑我喊的这么大声，输出没有加强的吗？搞什么东西啊，别上，别送了。推棒不了，兄弟们，推棒不了，真不能推棒，有去无回。我怕。马上飙。撞了！我操，这什么啊？哎！发球吧，这尺寸没大吗？哎，我的 Q 用了，为什么不吸啊？别着急，我的武器还没有恢复呢，别！哎，这就死了？哎，给我一下平 A 的机会呀、啊！